各位，我现在来到宜兰一家巧宴蒜香肉羹呢、啊，就想说等一下我们想要出去搞一搞之前，先来这边填饱肚子，吃一下宜兰在地的肉羹呢、啊。我刚刚点的面跟饭已经到了，他们现场也有这种鸡卷呐、啊，就是想说点一份来吃吃看呢、啊。那我们开动吧。哇，它这蒜头味道好浓郁哦，我觉得 OK 耶。再吃吃看肉羹。他这一大碗肉羹面65块，我觉得目前吃起来味道很够哎。他这个黄面，他煮的我觉得刚刚好啊，他不会像外面有一些面店哦，他会把黄面煮得很软烂。因为我的口味是比较喜欢那种有嚼劲一点的面条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他煮的刚刚好。它这个鸡卷里面啊，感觉充满了洋葱啊，香香甜甜的口味还不错。这个时候我们再吃一下卤肉饭。你们看一下，它这个卤肉饭的比例，它的肉啊，瘦与肥是7:3的，它肥瘦比例，它这个口中咀嚼越嚼越香哎，因为它瘦肉会比较吸酱汁，但是它肥肉又会给你补上来它肉的香味啊。而且在这边的口味，它这个酱汁是属于有点偏甜的，这还蛮合我的口味的。我们再加看店家他们特制的辣油吧。这颜色看起来超赞的，OK 啊，那我们再用这个胡椒粉配一个鸡卷看看呢，我觉得应该会很适合哦。它这边的鸡卷洋葱味非常浓郁啊，我们吃完了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前往下个目的地了。
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了龙来钓虾场吼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来钓这边的草虾池。哦，是说我们距离上次来好像也快要两年了嘞，好怀念这边的环境哦。不知道等一下这边的草虾池钓况会是如何了，那我们一起进去体验看看吧 ，Go！我想要开两个小时炒虾。你有用姜吗？姜我没有没有的。你们有卖哦？我没有卖姜。哦。来，谢谢。哎，谢谢你。OK 啊，各位，他现在进来要先开单才可以进场啊。但是店家还蛮不错的地方是，他们会多送十分钟，让我们准备钓组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去准备钓组吧。那我们拿两个水深就直接吊起来了啦。浮标好像有讯号咯。push， 哎呦，哇，中了中了，各位开壶了。而且今天这个体型还不错哎。我们有一就会有二了。哎呦，可以呢。浮标被拖走了呢，有，来吧，还一只，哦，他一上来就直接 Q 起来了呢，我靠，各位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我靠，他今天的体型好棒哦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哟，今天钓况很好哎。哎呦，好像有讯号了。今天咬况很好哎。哎呀。浮标沉下去喽，我是觉得说今天的草虾每次都很有活力耶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，今天宜兰天气到达33度哎，他们在这个温度竟然活蹦乱跳的，很有精神哎。我的时间到了，那我们去收竿算虾量了吧。各位，我们今天钓这个草虾量不少呢。OK 啊，那我们来算一下，我们今天钓两个小时750元的草虾池，有几只虾吗？哇，
看着这个量，好舒服哦。一、二、三。五七五八，我们今天钓了两个小时58只草虾呢！哦，哦 ，My God， 各位，我们钓两个小时有2斤02两，我靠！那等一下，我把这些虾子抓去给他们虾场料理吧。那我们就准备回去吃这些虾子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土豆。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土豆的工作室了。那今天的草虾我有交给现场料理啊，他们今天帮我做的料理是蒜草虾。炒一份1斤150元，我觉得 OK 啦。那另外一斤我是先把它冰起来，之后我有其他的打算呢。那为了怕吃这个虾子哦，吃不饱，我还有去包了一份控肉饭回来啊。那我们先从虾子开始吃吧。嚯，今天炒虾我觉得体型都还蛮漂亮的呢。那吃这种虾场料理啊，首先要素的是它壳上的这种料，哦，我觉得它这个炒的口味算蛮重的，而且我今天是请它做大辣，可是目前我吃起来是感觉到还好啦，味道很辣，他可能也是会害怕说客人因为叫我大辣而真的吃不下去吧。来吧，各位，炒虾，哇啊！哇，新鲜的活炒虾直接炒下去，它口感比外面餐厅吃到更加 Q 弹啊！这真的就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呢、啊，活虾现宰。看看这上面有辣椒、姜丝，还有青葱、蒜头。哦，我全都吃啊！那、啊、这个时候沾沾看它的这个汤汁啊，今天花150元请他做这个代工料理，我是觉得是很划算啊。因为通常我们钓虾出去啊，玩一天会很累，你要让弄虾子。哦，你会啊？我、哦、等等，刚才好鲜哦。尤其是今天的虾子哦。哦，我觉得吃鸭子吃一吃，是时候该来一点美酒了。我最喜欢的一只金龙舌兰呢。好了，用这一杯美好的金黄色敬你们呐、啊。哇，虾子就是要配这种美酒啊，这太棒了啦！还有，别忘了我们刚刚的那份控肉饭，你看肥肥的控吧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
虾土豆频道最硬派的做法，青菜一口塞。控吧，还有他这个饭呢、啊，他已经颠覆了三色豆的定义了。他三色豆是芋头、玉米还有红萝卜。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三色豆。那这旁边还有这种经典的笋丝，哦，它卤的恰到好处啊！在咀嚼过后，它会有跑出八角的香味。下次我也想要自己来这样做做看呢、啊。到底要如何做才可以做到这种快炒店的味道？还是有知道的观众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给我吗？好了，那等一下这些东西我会把它吃完的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一定要订阅，这个很重要啊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